感謝主，今天是主日，來到宣道會陽恩堂敬拜主。聚會時間是10:30，今天呢還是聖餐主日，主日程序啦。聚會完了呢就開歐職班啦，真開心，好多小朋友參加這個歐職班，男孩子都有。今晚就吃這個涼野蒸魚，一個馬來風湯，即是馬來斬通菜啦，啲飯咁樣。呢個魚啲汁好味啊，酸酸甜甜。港紙70蚊到啦，都 OK 嘅，包埋飯咁樣。馬拉斬就8蚊馬幣。哇！犀利啊！呢度啲大種香蕉啊，即手臂咁長。呢啲就正常嘅，呢啲就真係唔知係咪唔熟定爛啊？哇，半隻香蕉已經有咁多了，即係食半隻，兩個人食都飽啊！喺8月14營宴嗰日，多謝我好朋友一家人請我食飯，啊，真開心啊！今晚有呢個棟篤雞食啊，成隻雞企得喺度嘅，巴丁魚。紅燒豆腐、鹹蛋魷魚好脆啊，好好食啊！仲有呢個薯苗，咁咧個雞好香啊，同埋啲皮好脆。8月15到嚟到新村，同一班弟兄姊妹，有啲村民過中秋。感謝主，有好多嘢食喎！多謝弟兄姊妹嘅勞苦啊！哇，全部都係自己煮啦。馬來西亞特色啊，馬拉餅啊，自己整嘅，仲有西瓜啦，黃肉嘅，西瓜嘛係咪啊？呢個菠蘿蜜，呢啲湯啦，金瓜薏米，好豐富啊，金瓜薏米湯。呢個好甜嘅呢個金瓜薏米湯好好飲啊，原來係甜甜地嘅，非常好。沙角堂的姊妹同我哋讲福音同玩游戏。哇！点起啲灯笼好靓喎！哇，好靓啊！布置得啲灯笼好靓。決志信主，感恩禱告。第二日吃完午飯就嚟呢個 Eco Hill Mall 嗰度行一行。咁佢前面有個噴泉，都好得意喎。依家可能啲人翻咗工就靜啲。有好多食肆嘅，太少食啦呢間泰國菜。咁入邊就係賣百貨啦，個壽司店啦，隔離嗰間咧就應該係食炸雞啊。間餐廳都好靚喎，食泰國菜有音樂廳添啊！
好大間嘅。有啲飲品試飲嘅，呢一邊咧仲有一個噴泉嘅。咁我哋入去呢一個摩嗰度睇下嘢啦。咁呢啲賣衫嘅商店啦，59蚊馬幣三件。呢度食雪糕噶啦，都系一啲食嘢嘅商店多啲。咁呢度有二楼啦，下边有啲就珍珠奶茶咁样嘅，都好多店铺啊，乜神市啦。隔離又是賣雜貨 Caring 啦 ，Supermarket 都有。嗰邊有 Coffee Shop 啦，啊好多嘢食喎。夜晚又嚟到呢個商場，人流都是比較少嘅。噴泉就開咗燈啦，有啲火車俾小朋友坐嘅。呢度火車又有5光10色嘅燈啦，太小食呢度啲燈好靚喎。有個天使嘅燈好靚啊！仲有 VR 遊戲玩，第二日就去馬來西亞的朋友屋企食飯。多謝我哋馬來西亞的朋友，哇，好靚啊，整得阿 Jenny， 多謝曬你啊！呢個係釀豆腐，呢個釀辣椒，呢個釀茄子，哇！睇見都想食啦，好香啊！多謝曬啊，辛苦你啊！Jenny 仲識得做好多精美嘅糕點，加上美麗嘅包裝，送俾朋友真係最佳禮物。請大家訂閱我頻道 ，like and share， 多謝大家。